其实实不相瞒啊，我来小兔奔跑之前呢，我呢有在另外一个机构有学习过一段时间，但是对我整体的这种帮助啊没有太大。我在刷的时候看到小兔奔跑的这个视频号，经过跟工作人员这方面的这个了解啊，感觉呢这种模式啊比较适合我。来到线下之后呢，我喝了你们的这个产品呢，感觉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的，包括你们的这个模式啊也是比较适合我的。老师呢教的呢也是比较细心，产品方面呢也是比较丰富的，主要呢也都是市场上面比较主流的这些产品。产品的这块呢学起来也不难，我们学起来呢学的呢也挺开心的，对我的收获还是挺大的。